线了，重来。这就是你分手的借口。给我搞了这个星期苦，一天一条，一天一个颜色。那现在给我整的这个骚紫色，骚是骚，但是真的很热乎。作为妈妈的小棉袄，我在网上整了几个，据说妈妈收到一定会流泪的礼物。首先就是这个网传妈妈必备的厨房神器，它形状有点像那个超级玛丽的那个食人花，但是谁又能想到这个是个包包子的神器呢？露馅了，重来。刚给我妈发过去了，让她给我技术打个分。看到了，葱和姜也买点。妈不会发过去是个大蒜吧？拜刚刚那个虽然翻车了，但我对这个很有信心。我妈经常给我发一些文章，活到949，这几种食物你必须吃对什么，反正给我发了特别多这种杂七杂八的文章。所以当我看见这款中国农科院出的这个燕麦保健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上面写了我妈的名字。咋子？你配发死了是吗？不，我批发的是妈妈们的美丽、妈妈们的健康和妈妈们的小确幸啊。不过这个包装真的过于质朴，别人都是用 PS， 这个是用 Word 做的。现在把农科院的麦片和我们平时办公室大家都最爱的早餐扛把子对比一下，这两款都是无糖快煮的。先看形态啊，农科院的麦片明显更完整一点，这个跟个头皮屑一样。这个是用清水各煮5分钟的样子，试一下它的口感。因为我最近拔了牙齿，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一抿就化、特别绵软的麦片。它的口感明显就不一样，就更有嚼劲。而且里面的燕麦片都是非常大颗，就有点像是那个人平时吸那个古力多里面吸一大口燕麦片的那种感觉。很吃我跟你说，这个真不错，回味特别香，它特别能激发你的口水。据我耳闻，麦片里有一种叫贝塔葡聚糖的纤维，那种黏黏的口感就是它带来。它的含量越高，营养价值就越高。所以说，丁哥，麦片越黏它就越好。你这也太不严谨了吧？那就做个实验给你们看。这个农科院7块钱一包的燕麦保健片，绝对值得我们给妈妈们无限回购。这个是我看到网上说妈妈收到绝对会流泪的礼物，坐躺卧三用多功能按摩垫。来，我们坐下说话。你都没接电。来了。哟，有那味儿了。我怎么听到你了？七月份的尾巴，你是不是在这？那它是还有个定位功能，好神奇！不是了，一巴龙掉了，它死下来回来。它就是根据那个按摩的身体的部位来定位的。哦，对啊，小野，清楚的定位在哪？我清楚，背臀，背臀，背背臀，背的背这个东西。大爷，筋背，滚滚滚滚滚背背。这手法还可以，他那全身从上到下给你都在抖。真的呀？哎，那你下来。我再坚持5分钟。同志们，这个按摩 buff， 普通床可以变按摩床，送给我妈，我妈肯定喜欢。我也喜欢。你喜欢没有下来？下一个。我知道这是什么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就是老丝瓜吗？这个丝瓜瓤泡出来有点像那个泡软了的油条。你们有没有啥子要吃的？有，还真是不客气。开始，专为丝瓜瓤设计的 ，so easy。来，干三，照亮你的城。我洗了干净，没那味儿了都。QWER 给你洗掉，看你咋耍。看到没有，万物皆可丝瓜瓤。你们以为我只能洗这些吗？不，我还可以洗自己。这样搓澡很方便。这个洗衣服怎么洗？超长年轻。这个让开。看到没有？1万个人有1万个舞姿，把这个送给妈妈们，绝对称霸广场舞界。
最后一个是我闺蜜推荐给我的健康日历，它里面每一页都有一个简单的健康小常识，我先盲翻几个啊。红豆宝宝时不要大力摇晃，我看这个干嘛，我又没有宝宝。预防颈纹要先做好保湿，这个我知道，真的好适合妈妈们。它里面就是写的每日一个大实话，捏鼻子能不能使鼻梁变高？可以。错。啊，可以想天生的。做梦多会不会影响睡眠？会啊。错。睡得好不好都要做梦。牛奶敷脸会不会美白？会。错。吸烟会不会长白头发？会，肯定会。听哥就现身说法。所以今天搞了这么多小实验来选出这份给我妈妈的礼包，但是除此之外，同学们，我们真的不要忘记给妈妈们送一样最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时间。不管我们上班上学有多忙，真的要回去好好的陪他们。走，扛着我的大宝贝回去，拜拜。咋样？咋样？没得老周念了哈。啊？老周，老周我来。老周，你啥子主意嘛？这个挡得到我的手法吗？哎呀，这样子怼着怼着，这样子。Hi guys, I'm Missie. Please give it a big thumbs up down below this video.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don't forget to click that bell icon next to it. You could also follow my Instagram and Facebook page. And let's talk more. Love you.